南宜共和国欢迎你。哦，好漂亮。Thank you. 拜拜。买票机在旁边，然后这边就有看你要几张的，然后它也有 KK Day， 就 KK Day， 然后它就写它的价位，然后就看你要几张，然后还有英文版，然后它就要教学。64,000这里的价格，64,000哦，64,000。现在来买票，然后在那个南宜岛的渡船头，它其实有自动售票机啊，它 KK 队其实也有
黑黑的其实也可以买票，只是我们没有在 KK Day 买，想说直接来现场买就好。然后现场很多是那种 KK Day 啊，或是那种 Klook 他们已经先买好票的那种团出的那种。이장료선박비다포함돼있어요티켓이에요네감사합니다저저票네一张了四张四张那四张票长这样子四万凤凤Thank you他说什么意思？现在到他们的渡船头了，工作人员在那边在准备那个船的航班。那我们是3:39的航班，还有9分钟。这里很像那种冰岛要去捕鱼。现在要登船咯，他竟然能搞得成哦，这里面超冷，2층외국어관함에있습니다착용법은후영상과안전법도확인하여주시고이상상황발생시승무원의안내에따라주시기바랍니다또한2층내에서는마스크착용부탁드립니다감사합니다然后刚才这些人超多，很多都是那种他们那种 KK Day 啊，或什么他们订房来这边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雪，然后这里超有名，就是那个冬季恋歌他们的场。他们要炒棉花糖哎，好厉害！是啊，现在来去他们的咖啡厅走一走，坐一坐，好冷，取暖一下。然后这岛上面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有人在烤火，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有人在烤火，超酷的。然后刚才看到有人在那边烤棉花糖，它真的有火，不是假。
我刚才看到野生的兔子，哎，超可爱的。这个雪真的是超级无敌滑。它岛上面有一些咖啡厅，大概有那种一两间的那种，哎呦，大概有那种超滑，大概有那种一两间的便利商店，然后有一间咖啡厅，质感很好。然后大部分它的岛上面的咖啡厅啊、厕所啊，然后便利商店里面都有暖气。因为我这次是一月来，但现在南怡岛的天气是-12°，对，然后整个就是冬季恋歌吗？对，冬季恋歌。那如果平日来的话，就像这样子，没有什么人；如果是假日来的话，就哇，全部都是人。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风什么川的。它最有名的就是那什么一个很大片，然后全部都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落羽松的那种风格。它最有名的就是因为它好像就是韩剧《冬季恋歌》，它播那个，所以来这边拍嘛，然后所以就全部都是那个。你看，人家写的，上面是写2008年哎，这是人家写2008年，哦，这是2008年种的树，它每一个都有一个种的。然后这是2008年三月种，他这样坐过来其实不贵，一个人是16000块韩币，其实很 OK 哎，而且很漂亮。从首尔市区坐过来1个小时，坐那个青春号 ITX 1个小时都到，去龙山火车站或往十里火车站搭。第三月台。